发出隆隆的炮声，人物间的咳嗽，发出骚动的骂声，欲望里的洪流汹涌，澎湃的翻滚。
傅学勇折痕深深不信心满意，乃是沈长老不拍战都还没有用来支持大家合同，请垂听我想的祈求的愿望。那我们思想上男女老少不能互相融合，让我们思想上贫富贵贱不能互相尊重，让我们思想上士农工商不能互相合作，让我们思想上宗教宗宗不能互相包容。这是伟大的福德，我们要学习你的智慧，拉近人我间的距离。我们要学习你的领悟，消除众生的症状。我们要学习你的真相，解脱种种种对立。我们要学习你的智慧，化解国际上的尴尬。我们要学习你的佛法，走上世界的河岸。持人们大的佛法，祈求你接受我自身的祈愿，请你给世界和平，请你给众生安乐，持着伟大的佛陀，请求你接受我诚恳的祈愿，请求你接受我诚恳的祈愿。那么，本师是释迦牟尼佛。回向，是。